没关系，不要了。那个魔石，魔石先拿魔石，有没有捡到？有没有祭司会发光、啊？吸到。我只是跟香明出来看戏而已。我捡到你的枪了，把那个枪 Q 给我 ，Q 给我，那很危险。哎呦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你后面。啊，魔石被谁捡到了？我给你。再反现。好。我都见不见了。啊，你封魔了。啊，对，在我附近会封魔，我尽量在家、哦、家里还要有一个西瓜岛、哦，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防守。你要西瓜岛在家里还是在？哦屁啦，这个怎么要往对面那边吧？这样子我才可以用巨臂啊，守的。对，有需要那个飓风根本冲不过去吧？巨臂可以，没有它，那只它旁边有山洞可以走。啊、哦，要走山洞？对。然后你们可以帮我买个钻剑，因为我至少可以换上钻剑。啊、哦。玩一玩，今天是我弟吗？打，给我打！有，哎、那个团团来了，他钻石装。好，那个巧克力这里。啊，盾牌可以给我吗？哦，好，这个。谢谢。哎，有问题，我至少还可以用这些。哎，黄金可以干嘛？能干嘛？直接摔到岩浆里了。嗯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商店里面捡的这些东西干嘛。就是那你可以买那个钻石装啊，黄金没有用吗？黄金没有用，黄金没有用，那是扔掉的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，下去了啊，下去了，没事，这样子呢。哎，我们暂时落后了，那个有还没那个吧？加分岛还没。然后那个被岩浆烧了之后死掉，那个效果持续太久了吧？我现在还是被烧的画面。哦，那个蹲下，你蹲下就有，那是伺服器问题。蹲下就有啊，可以买那个蹲下就没事了。啊，哦，躺在正中间哦。有，我看到，我帮你。没事，有，漂亮。哇、啊！没钱。哎呦，牛排。他举盾，他举盾，我破了。哎，我拿盾。可以，收到了东西。有装。有没有买龙虾？这个。你们冲，附魔我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毕竟我也不宜走太远、啊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好打起来，打起来！这样、哦。他们的啊，好痛！哈基太，走，哈基，他们的哈基直接过来了，直接冲过来啊、哦！哈基，对，他会有力量效果。哎、欸，反过来砍他，不要让他走。打圣诞老人。可恶，让他走掉了。稍微往前，稍微往前。那個、他退回去了。好。道具封死是只要放在身上就有效果的意思吗？对，在你身上啊。对啊。那个是让附近的效果无效，魔法无效。没有，我自己是什么？哦，燃烧一级退一、有人要衣服吗？我有宝二。穿。我等级好高，不能穿。是一个牛排。我等级有17等欸，对啊，等级好高哦。我杰克，我给你哦，宝二的衣服。哦，好。我要过去打了。那这宝一给你。没有，我没办法。他们那边啊、好，我不能换。帮你们瞧。那是他们盖的雪人岛吗？对，那是这次的那个，就是一个。那是我盖的，那是巨臂。一个墙壁，小心哦。啊！他现在洗掉附魔，就是把放在自己的合成台上就可以了。我应该回去买个盾牌了。哎呦！啊，好痛！怎么了？痛啊！他已经超痛了。我有全套保护衣，谁要？繁星要吗？好，这个卡卡在后面。哎，团团他们来了，他们都在桥那边。你们要有给我更多装备，我才可以付。好，那个我放，如果有装备，我放在那个第一个地府那边。好，我让他们那边受伤，他们那边受伤，我射枪了，我射魔枪。告示牌可以买啊。接了，都死了吗？两个都死。死了。嘿，魔枪啊！啊！小心哦！你可以吗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哈基，打哈基。死一个，等一下。小心哦！好了，他跑了。他往后跑了，跑那么快。射箭哦！哦，他射枪。好痛！好痛！魔枪！哎、欸！哇！你们全灭！你撑住！小鬼在哪？我活着。所以他刚刚那个靠近，他也是很想要射魔枪。
所以我知道。没关系，现在双方都没魔枪了。我的装备。附魔岛右边是那个绿宝石岛，那边有介符的，可以把装备放在那里，我就可以附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因为那个剑子好痛啊。剑矢是有下修的啦，就是都减半了。对，啊，那锦你要装备啊，铁那个钻石装。我刚喷掉了，啊，只要死掉了，装备再重买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嗯，不然你就是先免洗冲也是可以，好不好？免洗冲。对啊，只是冲出去之前先去力量岛加加。啊，装备是被他们收走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刚刚他们太痛了，直接回来了。啊，牛排岛也可以再放。好好。嗯。哎，桥出来是不是分数？哦，分数有了。对，那还有。我想是因为没有钱。哦，铁定。现在有16颗。我觉得我需要一些牛排。嗯，牛排都还很缺。没关系，有免洗战士也是不错。哇，那你要不要装备先放在箱子里？我可以付，不然你这个出去也很危险。来，这里箱子，这个箱子。哦。再来慢慢。你就先免洗去打，加油加油！他们冲，哎，我以为他们冲过来，还没，他们过来啊！又是拿弓的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好痛！全套保护衣都有了，哎，我现在还是黄金装，哦，卡卡卡卡。两个那个扭的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绿宝石要怎么样放到仓库里面？一样吗？放不进去，拿出来放不进去，拿出来。对，你就放在箱子里就好了。哪一个箱子啊？旁边那个大家的箱子，一般的箱子都可以，木头箱子好了。嗯。哦，所以只要附魔，他都会从箱子里面扣就对了。你们也要附魔就放在箱子里哦。好。对啊，我这边他们那个哈基有新的魔枪了，我也有了。好，打魔枪，哎呀，好痛！这位你要不要放在这里？我可以帮你付。我12等。好。里面有一个盾，你们可以多换一些装备放过来，我就可以帮你们慢慢堆。拜。果然，身为祭司也不宜走太远。哎，我一个人打两个，但是不能傻，你死了又等于送装了。我死在岩浆里面。啊，小心啊！他我记得有更新说，就是免洗太深入的免洗的话，他们也会有那个绿宝石的加加。嗯，就是免洗也是有缺点的。好，哦，这里王也可以买哦，行商岛我也可以买，行商岛可以买，你自己可以买。我就算想要去抢，这样方便很多哎，这样祭祀方便很多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就算要去抢人家的岛位，很难那个。不要再送太多就好了。哦，来了。那几要配合的队友，你不要一个人，跟着队友动子动。哇！队友，哇！要用枪，又是枪，又是枪！哇！反过来，他们现在就没枪了。可是装备全掉到那边呢。哇！没有注意到枪，从那边射过来的。他们都放在那个，都是放在缝那边啦，出口那里。对，看要不要盖其他路或者是怎样。装备全部捡走了。没，我这边再弄。帽子套，有一个新的保护衣的装备有了。嗯。小哥，杰克，你后面。我知道，去弄他们。这个好痛哦！我弄他们分数啊！我帮你拖住你月了。等你们有人装备不错的时候，可以把那个魔石给你们。啊、我要掉一个分数，一个绿宝石。好啊！哇，他们家也是很不错，因为那就会让那个祭司很惨。嗯，他们现在好像杀的人比较多，他们现在好那个、哦。他们装备现在有起来啊，好痛啊！他们有好几次的优势。他们来啦，好痛！小心！哎、欸，他们走到我们前面，他们走到我们前面了。啊，箱子里有两套。他们怎么都拿弓啊？
箱子有两套。哎、欸，他们已经来了，已经来了，已经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射魔枪哦，那里魔枪，那里魔枪，他们应该都会死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装备转移术。死啊死啊死啊！我没有，全杀了，全杀了，我全杀了。哼，得罪了我还想走。我刚刚掉了不死图腾拿回来了。那请听我说，出来之出去之前都要进这个力量岛加加，力量岛会有抗性。哪一个？差蛮多的，红色的红红的那个。直走左转，直走左转。这全部都是那个吗？一开始我跟你介绍的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那请过来过来过来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一座岛，站到里面就会有力量跟抗性。啊、原来在这里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。啊，繁星，你的妆如何？要加加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他们在射我屁股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挡着。他们的大祭司。那我现在先以二阶为主，现在双方都没有魔枪喽，所以可以尽量不用担心。转到右侧哦。哎，弄得我是不是也要去买个剑矢什么？剑矢会耗绿宝石啊，可以先忍着。噔，好，毙掉，毙掉。嗯，牛排怎么升？盖岛，盖岛，盖岛，没事没事，盖岛。好，加分岛或绿宝石岛有需要再放的话，要跟我讲哦，我就放核心。是的。哎，祭司的工作就是帮大家弄装备。嗯，有人要作战为主吗？我这边有二阶装，祭司在里面哦，祭司在里面哦。啊，没有，可以打，可以小心小心。有问题退，有问题退。这有没有回血岛啊？有啊，西瓜，西瓜，西瓜岛。啊，西瓜是回血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很痛很痛，这里很痛哦，我退一点喽。你们先退回来，下一波，下一波，人数少，人数少，这里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我还在扛，我在扛，我还有不死突人。我们都退回来，我们都退回来了。这里不好打，这里不好打。我们换一下装嘛，换一下装，给你们二阶装。力量效果确定要有。嗯，孩子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哎，我被卡住，完全没事。对对对，不要撑到那么久。他们都在路口那里啊。对啊。村民在中间干嘛、啊？中间怎么有村民啊？我装备我已经换了。你二阶吗？一阶的。我给你二阶，你不要死哦。我尽量。力量封锁给你干嘛的？啊，你给我、哎、你的武器给我，你的武器给我。啊。你现在都会有那个常驻力量二的效果。好。可以尽量去打。可是你要带人啊。吸你去打，一吸一打，好、哦。我就带一把斧头好了，等一下。对啊，斧头一定要，斧头一定要破盾。斧头，那我也就拿一把斧头啊。我这边前线资源都会有一点点基本的附魔装啊。嗯。他、啊、比较强的我就放右下角、啊、好吧好，这样就会分别出来了。嗯，啊、记得出门都要力量岛哦，加加哦。好，只要踩一下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对对，踩进去一下，啊，你看右上角有效果就可以了。嗯，啊，绿宝石岛跟加分岛都还没吗？有，等我来弄。不过铁锭很少，小心哦。他拿斧头、啊、OK 哈 OK 哈，可以，只是他们弓箭有点多，他们一直用箭矢来射，嗯，只是他们这样很花钱啊，他们打我们已经赚了不少钱了，嗯，我们需要想办法再去破坏他们的分数岛，嗯，或者是杀哈基。反正他击不过来，我们没办法杀。哎呦，那个，那个代表有人在盖岛。
他们都躲在家里。那几不要开出去。不知道他们有枪啊？有枪了吗？巧克力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有。我会跟你们讲。哦，他们是捡绿宝石啊。嗯。中间的商人出来了，所以如果有够多钱，可以去买个书柜。所以现在没有风会吹了，意思？会，还是会吹？会，都会。只是你要用，哎呦哇，要用一点比较特别的。